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道心魔幻的李优。今天教大家的是一个 4i 转换 4k 的一个视觉化的效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只需要八张牌，四张 i， 还有四张 k。先把它放在桌面上，先拿起四张 k 展示 ，OK， 翻过来放上去，再拿起四张 i， 两张两张翻过来，重点在这里，发三一张一张左手拨，二三。第四张的时候需要做一个转换，左手往这里，往右手接的时候，右手无名指和大拇指按住左手的这一部分牌，然后用左手的这个虎口夹住右手的牌，这样交换一下。其实这里只有三张，我看这里就五张了。然后你翻开第一张，发现是一个 i。一个 break， 拿起两张牌 ，OK， 然后左手把三张牌这样打开，这时候左手抬高一点，右手往下一点，同时放松松开。这时候他这张 I 就已经翻过来放在这里了。当你把这四张牌翻过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四张 K 就会变成四张 I， 学会了吗？我们的这一期教学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I don't